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ck， 我是 from 來自加拿大，咁喺香港喺加拿大出世長大，咁嚟咗香港做嘢做銀行，咁上年就開始創業 full time， 咁我好中意香港個 energy， 香港 energy 比加拿大多好多，much more vibrant， 咁at the same time 咧，香港嗰個 topography 好靚，所以中意行山，加拿大仔最中意食。大隻港二代丁柏生的 Pat， 操一口中英夾雜的廣東話，是標準的竹星仔，來香港做了八年，遇上了太太就在這裡落地生根。當香港掀起了移民潮之際，他就反其道而行，選擇留守創業。有幾個原因我在香港創業的，第一第一，香港都是我第二個 home， and two 就是我太太都在香港，我都And 我女女都在香港出世，所以很多 personal reasons 我是選擇在香港創業的。阿 Pat 認為，現在 AI 人工智能技術開始普及，相關的技術可以運用在市場調查之中。跟太太商量過之後，就辭去了高薪厚職，追逐夢想，創立了 Forti 智能民調公司。他小小的團隊不足十人，最大的特色就是請的全部都是香港人。他認為這樣才會同聲同氣。至於 Forti 所研發的問卷調查 Apps， 原來也都非常特別，他們採用了全港首創 AI 人工智能技術，利用語音識別功能去填寫問卷，以反映顧客最真實的聲音。奮發向上的獅子山精神引領公司生意漸漸走上軌道。 Forti 目前的顧客已經涵蓋餐飲連鎖集團、銀行等公司，不過成功背後，阿 Pat 原來亦都有掙扎。嗰個掙扎嘅位其實都係即係一個 family man， 咁都有 responsibilities， 咁都想 make sure that 即係個成個 family OK。咁個掙扎位就係即係個 family 會唔會 support 一樣個人。咁我其實都非常之幸運，即係太太肯 support 成件事。咁啊 ，so 依個即係掙扎變成一個 motivation almost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